首先今天对方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吧，然后今天他们打的也非常有活力，然后相比赛季初我觉得他们就是进步也是很大的，然后其次就是我们队伍本身，然后也一直在通过训练然后不断的去改进前面比赛出现的问题，然后我们也一直希望更多球员能参与到那个比赛中吧，就我们不仅想要五个六个，然后希望有更多12个人，然后我们是一支完整的队伍，然后通过不同的对手吧，然后也是做得越来越好。谢谢。